歡迎翻到呢一集嘅神神秘秘呢個節目。咁咧今日咧就哈哈太開心啦！今日咧如果認識下我或者認識我哋我嗰個工作地方人咧，知道咧我哋三個走埋一齊咧，係已經好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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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嘅事啦。咁樣咧就有兩個好好嘅紅顏知己喺隔離，咁就紅顏知己，咁啊姊妹喺隔離，咁一個咧就係 Winnie 啦。Hello 老師同埋 Carmen 老師嘅，咁 Carmen 老師咧， Hi. 大家咧喺之前啲咧節目度咧就見過佢噶啦。咁咧 ，Winnie 老師咧就係咧係再遇歸來嚇，唔係我留學完啫。咁樣咧，佢呢兩位即係我嘅好姊妹咧，就係同我一齊咧喺條修行嗰條路度行咗好耐好耐，好多好多路，我哋一齊嚇 ups and downs 嚇，好多好多經歷。咁然之後咧就我哋之前而家大家一齊去 create 咗 channel 嗰個 course 啦。咁跟住咧就Winnie 就移咗民啦嚇，做小奶奶啦嚇，後邊啦咁樣咧，好艱辛喺外國咁樣過咗一段日子，艱辛地，咁然之後咧就再翻翻嚟啦咁樣，咁就好啦，咁所以今日特登咧就拉咗佢哋兩個上嚟咧，起碼做翻兩集嘅節目嘅。咁啊Carmen 而家除咗係 channel 嘅老師之外，佢就係氣功嘅老師啦。咁你哋揾翻之前嘅其中有兩集係講呢個氣功嘅。歸元功嘅，咁就係阿 Carmen 老師嘅。咁啊 ，Winnie 咧，其實咧嚟緊咧，佢都會有一啲課程會 run 嘅。咁好啦，我哋 before 講課程嗰陣時咧，我哋三個神婆聚頭咧嚇，咁、必須咧就去即係大家寒暄一下。大家我哋今日講嘅嘢咧，完全咧就唔覺得做節目嘅。我哋三個喺度咧，大家互相吹水，即係清談節目。清談節目係啦。咁好啦，咁咧就我哋點解會走埋一齊？好想問你緣分咯。點解走埋一齊？係生命藍圖編咗㗎啦。生命藍圖編咗啦。咁當時係點啊？我哋完咗 channel 個 course。啊，完咗。其實我哋係因為 channel 而喺埋一齊嘅。咁拜頂咧就係你要想自己開個 course， 咁你就揾 partner， 咁我哋先至會一齊嘅。咁嗰陣時我同佢係好似一 pair 孖公仔咁樣樣嘅。咁你諗你揾邊個教，即係揾邊個幫手一齊咧？咁就諗。我哋咁樣嘅，但喺時空嗰段時間，我哋嗰陣時都幾多 contact 嘅喎，係嘛？多㗎，係嘛？嗰陣時係有啲咁嘅事咩？我真係唔記得咗咯喎，咁已經做小娃娃太耐啦。嗰陣時我哋一起去長洲，嗰陣時就係南丫島，係係、你講第一次，咁點解我哋會一齊咁啊 ？Get close 嘛 ，get close 係啊，南丫島，係啊，冇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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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嗰次咧，我想澄清咧，就係嗰次南丫島咧，就其實咧，我哋就喺度諗緊啊，兩間房，咁啊，小朱老師就話咧，啊，不如你同我哋一齊瞓啦，我哋一間房咁樣，咁我嚇一齊瞓。咁我哋有啲疑慮啦，咁三個一間房咪好細，跟住佢話你哋唔使俾錢嘅，你就得噶啦。咁我哋兩個就哦好啊，咁係喎，係咩？有啲咁嘅事咩？你係完全忘記咗咯。同埋錢嘅嘢我都會忘記嘅，佢係公司數嚟嘅。同埋錢嘅嘢都會忘記，係咩？我哋三個一間房咩？係啊，我唔係我入去敲你道門咩？入去你間房咩？哦，跟住後屘我仲嗰陣時我仲同卡文講話，哇發達啦今次。哦，咁樣，咁嗰晚我哋就秉燭談心，同埋我哋一齊咧就一齊做 meditation， 好開心，係有一個非常之嚇 extraordinary 嘅體驗，嚇咁、所以咧，如果咧真係咧識得咧打坐啊，或者咧有即係有做 meditation 嘅人咧，你試下咧，我哋成日都講咧 group meditation 咧。係好唔同嘅，係共修，係冇錯。咁啊，即係做我哋嗰時係拖住手一齊咧做 meditation 咧，就大家可以入埋同一個地方啊嘛。我最得即係得意到咧就係點樣咧？即係譬如我哋望下左手邊有啲乜嘢，大家一齊，大家一齊望到嗰啲嘢嘅喎。即係望下前面有啲乜嘢係大家一齊，即係去咗一個嘅可能嘅實相嘅入邊。係係啦，咁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 close 啊。咁嗰陣時就係我哋完咗新田老師嘅 course。咁然之後就想。即係 run， 咁但係嗰陣時大家好似大家 chemistry 好啱，就慢慢 flow 個 course 咁樣。開頭嗰陣時咧，其實三個都腳震震，竟然講出嚟，腳震震咁樣開始咗個 course 咁樣。咁咧就即係我同你講咧，即係其實我哋三個人各自都係一個喪嘅人嚟嘅，係冇錯。係啦，三個都係喪嘅。好癲得得嗰啲咧。係啦，咁咧所以就其實三個咧都我哋嗰個磨合咧好有趣嘅。我點樣形容呢？我哋就係三個大小姐擺埋一齊。You can say so。係啊，三個大小姐擺埋一齊，你係二小姐。
咁你係大小姐咧？嚇，唔知咧，大家咁話。係咪用身形嚟計㗎？咁然之後咧，就擺埋咗一齊。咁然之後咧，就所以大家都困嘅開頭嗰陣時。嗯。係啊，即係但係好得意嘅，即係咧喺我嘅人生入邊咧，同女仔 get close 唔多㗎，其實。啊，我都係。我好怕同女仔相處我要唔要話？其實我都係我唔知啊，基本上同人係啊，你真係好了解我。如果係人咧，只要係人咧，佢哋相處咧就會有問題。因為咧 ，Vinny 係一個佢幾需要自己嘅一個人嚟嘅，嗯，啊，佢好需要自己嘅空間啊。喂，唔好我講曬啊，你哋講下邊個先啊 ？Vinny 先啦，就。讲乜嘢？就系咧，即系如果我讲你嘅性格，不如你自己讲你自己嘅性格啦。我性格，我系外热内冷咯。即系我同我教咁多班都系一样啦，我都系咁讲，我系超级外热内冷嘅人嚟嘅。即系人哋会觉得我好 social 啦，佢哋都会觉得我好 social 啦。会觉得我好 friendly 啦，觉得我系。即係好似嗰啲咧，嗰啲狗仔咧，呜呜呜，嗰只條尾跟住伏伏伏伏伏嗰啲咧，跟住你其實我唔係啦，跟住其實我係一教完嘢或者一 gathering 完咧，我就會超級需要自己一個人空間嘅人咯。嗯，咁其實我可以用個冷血嚟形容我自己。即係我可以，即係佢內熱內冷入邊又熱翻嗰啲人嚟嘅。呢個都形容得幾貼切嘅，係啊，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同佢好 close 嘅話，你見到佢入邊再入啲好暖嗰部分嘅，係啦，嗰個要好 close， 好 close 同埋好 close 咯。係，因為可能未去到好 close 嘅時候咧，我就可能某一啲事一斷咗咧，我係嗰種我斷啦，咁斷咯，以後都斷啦。我又不會找你，亦都不需要你找回我那些人。嗯。但是如果跨越了這個 area 呢，那就會你說到那個暖冷暖的那個位置了。啊哈。這樣。OK， 那呢好啦，那我各自都會問一問 Vinny 先。那就是你為什麼會走上這個心心靈這個路呢？哦，是的。因為我的心裡面其實有幾個答案抱出來的，因為呢，我其實我很小個就第一呢，我很小個已經很有興趣那些，即是那些呢八妹仔很喜歡那些掌上名利那些的。查星座啊？那又不是喎，他喜歡看掌上，我家裡有一堆書是掌上的喎。蛤？是的，還有那些她老公那些是什麼？長短短長那些咬咬啊那些啊掛咯，是啦，掛是啊，我又很喜歡的其實我很想說排狗排狗那些跟住真的踏入去呢，就是因為我媽咪死了哦，很想我媽咪掛了那呢佢過身，咁我好唔開心嘅，咁我好想同佢再接觸翻。跟住咧，我自己買一副塔羅牌。咁咧，我覺得咧，塔羅牌係唔使出去學嘅。咁咧，我就開牌，我就去問我媽咪啲嘢，就真係好驚啊！知唔知？我開一百次都係同一張牌。但我不懂解释自己，跟住我拿了一本书，其实我已经刨晒所有塔罗的书。基本上 Vinny 是一个书虫嚟嘅，系啊，佢有啲咩事咧，其实会抄书睇，亦都更加大的事咧，就会睇好多本书，所以咧佢可以我哋成班啃咩咧，啃呢个汉堡包啊。啊！佢遇到一啲嘢嗰陣時咧，翻去咧就會啃卅個漢堡包翻嚟咧，跟住然之後，直到佢個腦通咗為止，佢先放低啲書。係，冇錯冇錯。咁嗰陣時，我覺得哇，俾1000蚊學，咁我用1000蚊買書啦。咁跟住咧，我就真係睇好多書先去玩嗰副牌，即係先開嗰副牌嚟睇。但係咁，因為我每一次都係抽翻同一隻牌咧，我就覺得好驚。其實係我自己睡，我半夜三更先嚟玩。即係三點瞓唔著咧，佢係諗，唉，唔知我媽咪喺度做咩咧，跟住抽抽抽抽抽咁。咁咧，
入面嗰個疑團開始發酵，發酵到一個頂點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啦，我要去上堂，我要想去知道一啲嘢啦。咁 end up 咧，其實唔係好耐嘅啫，我係由塔羅之後咧就。突然間有一次，我記得我上你 center 買書。嗯，係啊，佢成日上嚟書蟲就揾到啲買書嘅地方。咁嗰陣時，你個員工就同我講：，喂，有個老師識 channel 㗎，嘟嘟嘟咁樣講一大輪雙庭老師嘅背景俾我聽。嗯。咁問我有冇興趣，我話有啊。佢話真係唔好意思，佢爆曬啦。你啲員工真係努力。跟住我話哦，但你唔使咁灰心。佢係啲 booking 爆曬，佢個堂咧佢就嚟開。我話咁得啦，你幫我報啦咁。咁咧就係咁樣，我就基本上我係咁樣有一個好正常即係好普通一腳就踩入去啦。咪有本書叫做咩一腳踏進大師的門係咪？大堂我就係咁樣，我係一個完全唔知，然之後因為我阿媽死咗，然之後砰砰咁樣就入咗嚟。就去到蔡司的好深嗰層，因為雙庭講嗰啲資料是蔡司，咁我之前只不過是塔羅，但你有冇睇過蔡司書嘅？其實之前你冇啊，雙庭嗰個叫咩啊？佢講個講座啊，佢講個講座之後，佢話你有冇你哋有冇睇過個人實相的本質？未。跟住佢咁，你哋嚟做咩啊？咁樣啊嘛，咁你哋嚟做？跟住我就諗，原來要睇呢本書，原來佢用呢兩本書嚟做嗰個教材，係啦，教材核心教材。咁我買咯，我仲記得一條 line 咁樣，個個都喺度報，即係報名，跟住個個都喺度買書啊嘛，咁買咯。買完之後翻屋企，我仲記得一個星期之後，我同你講，仲有冇第二本書睇？係啊，黐線！我一個禮拜睇曬《個人實相的本質》啊！哇，你真係睇曬，你明唔明㗎？明啩？咁係啊，我真係明㗎。跟住。係咯，咁咯，我想話俾你聽，嗰兩本書咧，我係24/7咁樣去睇，24/7啊，係啊 ，non-stop 咁樣連環七日咧，就係咁樣睇，然之後我係好攰嘅時候，我就喺 sofa 度拎住本書，然之後冇幾多氣氛，再睇過。所以你問我點解睇得咁快，我真係用每一分每一秒喺度啄咁樣慢慢喺度睇嘅。你係明㗎，真係。係啊。哇嚇咁喂，我想啊 ，before 一間我翻翻你度啦，我今日問卡，但係不過咧，我想知咧，哇，個人實相本質，你而家睇咗幾多次啊？過百？我唔知啊，因為咧喺我人生入面，我係一個唔中意 ask for help 嘅人嚟，所以咧每一次我有一啲好大嘅事情發生，或者總言之，我每一次撞板嘅時候咧。我就係第一時間就係睇嗰本書，個人實相本質係啊，啊哈！所以你問我，我真係唔知道，即係我係乘以 N 次係啦。我一遇到啊死啦譬如塞住有人話我，或者我覺得我有情緒喎，或者我有啲嘢我好唔順喎，我個工作方咁樣喎，我哋三個嘅關係咁樣喎，咁我第一時間就係拎本書擺喺度咯。我老公都會知道我老婆梗係遇到事，唔好嘈佢。你求其打開一頁睇，一時時。哦、有陣時咧就會自己過，自己同自己鬥氣，由頭睇一次睇到尾。有陣時咧就會喺中間抽一個章節。其實咧點解我會抽一個章節呢？通常我抽得嗰個章節咧，就係因為我由頭睇一次到尾已經睇咗好多次，所以我先抽嗰個章節出嚟睇。嗯嗯，咁樣。嚇，阿 Linus， 你明唔明睇書係咁樣嘅？因為 Linus 係我哋嘅學生，我哋嘅 PA。好啦，咁啊，嘉文啊，好似我上次有冇問過你？好似冇，但不過 anyway， 你係點樣行入呢個新心靈呢條路嘅咧？我記得我行入嚟新心靈條路係咁嘅。其實我本身我細個都好中意呢揾嘢嘅，即係我哋嘅骨子入邊都係個神婆嚟。其實我哋三個。冇錯，啲血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小個咧，我就走去買本咧《讀者文集》裏面嗰《營環首期》咧，嗰時好貴嘅，儲好耐錢噶。咁啊睇世界各地嗰啲奇聞啊，咩阿姆達三博州啊咁樣，咁又好有興趣。咁直至到我結咗婚啦，我就叫我老公你不如學數啊咁樣。
因為我對啲神神秘嘅嘢好有興趣，但係基於我咧就唔係好叻去記嗰啲咧咩卦乜卦咁又好多嘅計翻嚟嘅嘢，咁不如你幫我做啊咁樣，幾好喎、啊！咁啊真係我老公真係好勤力咁樣做20年，不停咁學，不停咁練咁做。咁跟住咧就去到我點樣接觸身心靈，之後我跟住就神秘嘅嘢我中意啦，咁就開始接觸氣功。20多年前，因為我知氣功好神秘，裏邊有好多開咩開天眼啊，同埋氣功唔使記。係啊，冇錯啦，我係唔中意嘅。啱同阿點解我會同阿 Winnie 比較係 close 的，因為我係一個感受型嘅，我係好中意衝出嚟做，我係圖像式嘅，我去感覺嗰樣嘢。咁阿 Winnie 咧就好中意睇書嘅，咁喺裏邊消化嘅。咁我啱啱同佢咧就係佢講緊書，哦係咁啊，跟住佢又問翻我嘅嘢，我就話俾佢感受，哦其實係咁嘅，咁，哦原來係咁樣。咁我哋兩個就好中意喺呢度交流。咁啊，講翻嗰度先。講翻咧就氣功嗰度，去氣功嗰度。咁佢話開天眼啦，咁啊搭摩又可以咧，即係好多呢啲名詞啦。係啊，冇錯冇錯。咁我就好開心，去周圍學。咁學咗長長時間之後，我發覺都係蒙查查，個人都係好蒙，感覺唔係好深。咁直到有一年，我一年好唔開心。我逢係唔開心，我就上堂噶啦。佢唔開心睇先，誒唔開心上啊！做老師又有原因嘅，你明唔明啊？唔開心仲要上堂人生是一個好大的 break 啦。咁我就要去上堂。我通常咧喺個咁 down 嘅情況之下我就好叻一樣嘢，行動嗰陣，我就衝上工聯會，唔理咁多，即刻揭本書嚟睇，上堂上咩堂好，上咩堂上咩堂。咁我睇到塔羅牌喎，啊諗起老公同我講話要我條命咧。是很適宜咧學呢啲 V 運運嘅嘢嘅，咁咧就塔羅好啱我嘅，咁我咋咋諗咧？咦塔羅邊班最近嘅嚇、啊、都要成兩三個月啦，唔好理啦，俾咗錢報名先啦，到時得唔得閒先算啦。又平都唔係平貴問題啊，我想上，我係心急到要等咁耐咯，因為老師嘅堂係比較枯，咁好啦，咁我等咗段時間，咁我咪中上去上老師嘅堂。咁我上小朱老師嘅堂嘅時候，開始咧好八卦嘅，佢又唔係好表達。老師唔表達，唔係老師係咧對咧教學方面佢好表達，對於自己咧佢係唔會 promote 佢自己嘅，佢甚至乎成日都鬧我呢樣嘢唔係我強項嚟我唔識得 promote 自己。佢唔 promote 自己係點咧？一樣嘅，一上完堂啦或者 break 咧，佢會匿埋嘅。佢好似好驚啲學生會同佢講多兩句，我好閃開嘅係。佢係想休息一下，咁我都明嘅。咁我好想知咁你 center 喺邊咧？又冇嘅喎，我睇完出邊冇資料嘅喎。究竟我想知多啲係點咧？咁樣咁佢就我後屘主動問佢，咁佢就俾咗啲資料我。我仲記得嗰時，哦，原來睇咗資料咧，你有個身心靈中心嘅，有個塔羅中心嘅，咁又地址喺邊度？我跟住一中咧就中上去做會員啦，我親自上去做會員，跟住我仲喺嗰度買多其他嘅塔羅牌，跟住就即場咧仲要有人話俾我聽，你聽唔聽佢醫生啊？咩嚟噶？台灣一個好出名嘅醫生講咩噶？新心靈即係咩咧？我唔知道。咁佢今次讲咧，你可以不生病咁样。哦，可以不生病，咁即系我好健康。我又觉得 topic 唔好理咁多啦，我知嚟到一定有啲嘢。咁我就好啦，报名两讲唔讲。我谂住我妈有病，所以叫妈咪系啦，叫妈咪去听。咁啊谂住一齐去听啦。咁就起码都可以帮下个老人家，自己又想睇下啲咩嘢。咁啊结果咪去咗听许医生啊有。又上你的堂聽許醫生，我第一次接觸到咩叫賽事，我仲要第一次接觸到許醫生的時候，我不知噏乜嘅，即係好似好掂，但係我好掂，我就知道咧，因為可能我自己我好講感覺嘅， 我坐低，我覺得最後面嗰位逼好逼，呢、這個人好細粒，咁。又不是靚仔，但是他很有料。你知不知道有很多許醫師的粉絲呢這個是他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你放心吧，
我都是他粉絲嚟嘅，他只不過是第一次俾我有啲咁嘅感覺，但是我話俾你聽，第二部已經覺得好有料嘅人。嗯，無論我聽佢聽唔聽得明佢講乜嘢，我發覺我喺佢身上邊，我一定攞到啲嘢。我一定會吸收到啲嘢，同埋呢個人有啲好特別嘅能量，我成日見到好似金色咁樣。阿卡文好有趣嘅，卡文係一個咧點樣呢，除非佢唔染手落去嘅嘢，佢一插手落去嘅嘢咧，佢一定咧去到好徹底先收手嘅。嚇、啊，佢譬如佢氣功咁樣，跟住佢一踏入咗氣功個門咧，就學咗廿幾套氣功，學咗幾廿年氣功。嚇、啊，又或者佢打保齡咁啊，打到要成為香港代表隊，佢先收手。又或者佢彈琴要彈到成為鋼琴老師。唔係，通常我係會令到自己咧追到咧死去活來嗰個位先。咦，死完又生翻，死完生翻，我、哦、唔原來咧死係咁嘅，哦生係咁。所以咧，你要明白佢點解佢選擇咧嗰樣嘢要學或者唔學，佢要咁嚴謹，因為佢就係咁認真，佢知道佢自己咁認真啊，咁所以佢先即係到到生命去到某一刻，佢真係知道咧就係啦，真係要行身心靈呢條路啦。咁當然身心靈呢條路亦都令到佢。即係嚇，即係好鍥而不捨咁樣，都話我哋呢條不歸路。係啊，後屘跟住再上阿雙庭老師堂，哇！嗰度感覺完全覺得去咗第二個世界咯。嗯，即係好破解到我因為賽斯一套理論係點樣用喺生活上嘅，雙庭嗰套就用喺生活上嘅，咁我又可以裝多啲嘅工具。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真係不知不覺嚟到呢一度咧，我真係覺得好神奇。嗯，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好幸運咧，一樣嘢就係咧，阿雙庭老師同埋許醫生都係兩個好出色嘅説法者。嚇、嗯，佢哋將賽斯資料咧，用一個好生活嘅層面，同埋用一個好令真係點帶，即係好帶領到人咧去。反觀自己的生命的一個方式去進入賽斯資料，係啊，咁甚至乎可以話咧，其實咧，而家好多外國嘅人咧，都好 surprisingly 咧，我哋華人社區咧，將賽斯資料用得咁淋漓盡致嘅，即係包括用喺醫學啦，用喺呢個個人嘅輔導工作啦，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工作方，咁佢哋即係佢哋因為唔知咧，即係其實呢套嘢係英文書嚟噶嘛，咁佢哋真係覺得哦，係啲好正嘅 phrases 啊，啲好正嘅 sentence 啲金句啊咁樣。咁但係係唔知係咪我哋成日覺得我哋係咪有咁多千年嘅文化背景咧？嚇、啊，我哋會好容易會諗到比較深啲嘅題目入邊咁樣，定係點咧？我唔知啊。咁然之後就，我覺得賽斯資料其實喺我哋呢一個，我幾 enjoy 喺我哋呢啲華人社區入邊嗰種氣氛啊、文化係嘅喎，係嘅喎，你講得係嘅喎，因為你頭先講話千年文化，我覺得係㗎，因為咧啲鬼佬係。他們的生活是很簡單的，同埋咧，好似 Bingy 咁樣，佢都中意術數嘅。我想外國人冇乜機會接觸術數呢一樣嘢。嗯，咁其實我哋係有呢個文化背景，令到我哋好快就好 V 運運咁樣，好心靈，同埋原來人生裏邊有啲嘢係有啲叫安排，原來有啲數係計到出嚟，同埋又同自己切身好吻合。啱喎，因為佢得神一個啫嘛。是真的我覺得即係逢係New Age 啦，或者係而家呢一個，基本上要保持一個咧好有彈性嘅思想啊，或者頭腦，或者係好包容性嘅。因為咧，即係講到呢個方面咧，好多人會好認定某一套，或者係排除其他嘅一套。咁樣咧，我覺得點講啊？唔好咁狹窄咯，即係我其實。我哋咁多年文化咁多種，我哋仲有呢一個埃及嘅文化或者印度嘅文化入邊都有一啲好正嘅嘢。印家啦咁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保持思想呢個活潑同埋開放嘅話咧，亦都會對我哋咧，即係我哋嘅 expand 啊，我哋嘅膨脹或者係我哋嗰個發展啊。咁、好啦，咁一陣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會講翻咧就係、是，好啦，我哋大家都行身心靈呢條路啦。到今日咧一陣間咧，Winnie 老師同埋 Carmen 老師咧都會去分享啦。到咧今日啊，行咗咁遠啦。啊、有啲咩感覺，同埋咧，我哋會講一講 Winnie 嚟緊咧嗰個嘅課程嘅嘢嘅，我哋休息一陣，一陣轉頭翻嚟。好，歡迎翻嚟下半輯嘅神神秘秘呢個節目。咁咧，
我相信大家在上半輯見到我們猛猛在搔首弄姿的原因就是個錄影廠很熱，所以我們現在處理了這個冷氣的問題呢，我們應該會淡定一點了。是啊，我剛才熱到很想抹汗的熱到飛起剛才。好啦，剛才Winnie 和 Carmen 都講了他們那個起步啦，那就即是Make long story short， 即係嗰個故事中間嗰度，我哋有機會係一定會同大家講嘅。咁但係咧，到到今時今日，我想聽下咧兩位嚇姊妹嘅，你點樣睇咧？到到行到今時今日咧，喺呢條修行呢條路，我哋即係好多細節唔知點講好，有啲好多經歷咗好多，我又睇住佢，佢又睇住我，嗰啲 ups and downs 嗰啲嘢，即係我哋係嗰種咧，知道我哋三個咧幾時都係 stand by， 喂。我哋叫壁拎燈著咗啊！我壁燈我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又或者係我唔開心啊咁樣，就直接進入話題噶啦，咁就直接嚇，即係嗰種嘅好推心置腹嘅朋友咁。好啦，咁今日即係大家行咗咁耐啦，咁長啦，咁長路啦，咁點樣睇咧？咁今次卡文先啦，你點樣睇呢條修行嘅路咧？我覺得我哋呢三個人係你講修行嘅路嘅，講三個人 up to 你啊，你想講咩？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我講修行關於我哋三個先啦，呢、這個啊好啊，三圍組嘅課題，三圍組，即係我哋呢三個咧，又三個大小姐，咁但係又有一啲嘢會有好多事又會合作，但又係好多碰撞。咁、那、啊、個、過程裏邊咧，我自己覺得驚嘅，因為你本身就是怕撼的人，是的，我很怕撼的，一撼我就覺得我不想傷害你的、我是不是說錯話、啊、我很想配合、啊、我很想那件事很和諧、啊、這樣我就是最差表達的那個來的、即是不是很懂衝出去，我都永遠想過濾啦，過濾啦，這樣那過到自己呢就已經過到自己沒得累是過到自己很累，過到自己很累後期我發覺，其實而家我發覺開始原來，我過咗自己一棟啊，真咯。因為好多嘢咧，都冇 care 過，咁就可能就讓佢發生，跟住嗰件事又唔係又係要激好激咁去 care 啊。過濾完咪之後就係要死落去，又係要死落去個課題裏邊。咁我係覺得係有一個中間過程我唏噓嘅，因為點解天要擺我哋三個女人喺度咧？我好麻木，女人相處仲一日咁直接咁困落去，咁但係咁冇辦法啦，安排咗，咁你知我信蔡司啦，呢個我藍圖嚟噶嘛，梗係有價值嘅拖字。有一次咧，阿卡文喺佢嗰個清引嘅入邊咧，喺睇到咧有一個可能嘅實相入邊咧，我係佢阿媽。其實嗱呢、這個咧我一定講少少，這個、呢個咧唔係一個普通嘅清引記，嗰次咧係雙田老師去一個 camp 度。當晚咧係有 Winnie 在場，有其他，我唔在場，你唔在場，你係清緊嘅，同老師係清緊人嘅。咁跟住咧就係我哋幾個同學喺度 channel， 咁啊揾一個人 channel， 咁啊 channel 我啦，咁我就坐喺度，咁佢哋就喺度睇，係，咦，一世咁喎，咁喎，咦，你媽都唔揾你嘅，跟住咧佢哋就開始笑啦，一個笑一個笑，啊，大家嗰時係合埋雙眼眼，咁樣個個都合埋雙眼。跟住做咩啊？我話你知你阿媽係邊個？你睇下咁，唔使睇啊！哈哈哈！咁笑陳小豬啊！你媽唔理你嘅。係兒童㗎，嚇係喎，係啊，我以為係佢自己睇嘅。OK， 係同步地收到同一個台咯。啊哈，係咪啊？收埋同一個，收埋同一個。我記得唔係咁樣啦。係啊，我記得應該係我幫你睇嘅。咁跟住我話你估下邊個咁樣，因為我好記得嗰個畫面，我到而家仲好記得一個馬車，咁啊行，咁啊嗰個阿媽咧就趕住喺個森林，因為你哋住得好入嘅，咁啊個阿媽咧就趕住唔知要，總言之佢有佢嘅目的地要去，即係總言之就係佢而家，直情係佢而家咁，即係一趕我就外台灣，其他嘢見唔到啊咁樣，咁啊就外台灣，咁咧。因為佢個目標係咁清晰明確，咁咧就賴低咗你喺個大草原嗰度，咁你係好驚，咁啊喺邊啊？我喺邊啊？我媽咪喺邊啊？點冇人理我㗎？我蕩曬腦想嘅媽咪啊咁樣樣，咁跟住我再睇啦，唉死，呢個咪就係佢阿媽咯，係咁樣嘅，咁嗰時候我先至笑，咁因為。
其實大家都估到的，可能因為你是當局那個嘛，嗯，所以大家就開始一起笑了，那一晚是這樣，那你就說那一定是他了。我自己記得就是當晚他講完之後，跟住阿 Jo 就話係啊，佢咁啊，我都見到喎。咁跟住就阿 Sir 話其他即係其他朋友啦，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就覺得真係近啊！如果佢係我媽就大鑊。嗰陣時我哋係未合作嘅，係啊，未合作噶，係同學嚟，係同學嚟嘅嚇，同埋係阿雙婷老師嘅。幫手咯，即係你係好親啊，雙婷老師噶嘛。嗯。咁嗰陣時我哋咧，其實係對佢好多意見嘅。係，我仲記得。因為佢係即係雙婷老師，好經理，即係佢好似經理人咁樣咧。我哋冇法子行埋佢身邊多少少㗎，好快噴出嚟㗎。咁佢有一個好大嘅感覺俾人哋咧，佢要控制嗰樣嘢。咁我係一個好配合，你好控制我就好驚。咁啦，跟住喺個過程裏邊，跟住就同阿 Winnie 一齊啦。咁其實我哋三個合作好嘅，因為咧阿 Winnie 咧就比較中間啲嘅。佢永遠都係做和事佬，或者同我哋嘅做我哋嘅翻譯。其實佢嘅意思就係咁樣。其實佢嘅意思就係咁樣，即係咁樣。你哋繼續傾啦，咁樣佢就坐喺側邊繼續聽。咁阿 Winnie 嘅角色咧就好中意喺中間去做呢個位嘅。嗯。咁喺我哋三個中間，咁咧就好啦。都相安無事啦，過咗咁耐啦，咁同到阿 Winnie 移民啦，咁死啦！哇，這個課題真係要自己面對，我真係自己點樣去面對呢樣嘢？不過話是話，即係經歷咗咁耐啦 ，Winnie 都過咗去一段咁長時間，咁我又開始即係自己逼出嚟啊！我開始知道啊，有時我會有嚟唔講咯，唔講咯，即係呢個係我慣性嚟嘅。後來呢就咁上下，你頂唔順之後鬧翻我轉頭，咁我火都嚟埋咯嚇！我其實我嬲好多嘅嘢，咁好啦 ，clear 完之後咧，我發覺又冇乜嘢嘅喎，咁我開始咧就開始會表達，同埋開始一識同自己講，好啦 ，stop 呢樣嘢，你而家就係去表達你自己，你知啦，我係個課題要學表達。因為咧，我補充少少，因為我之前咧，我哋三個合作好得意嘅個角色就會係咧，我同阿 Winnie 比較喺前邊嘅，比較喺 fun line 嘅，面對同學嘅。咁啊 ，Carmen 通常會 lay back 一啲嘅。咁但係咧 ，Carmen 其實個 observation 係好強嘅，佢每一次都話咗俾我聽咧，有啲咩 work 啊，有啲咩唔 work 啊咁樣。其實大家三個咧個位好配合。咁但係咧，有時會即係有時，譬如 Winnie 去咗加拿大之後咧，咁然之後咧就會係好似好多時我都要去。在做曬好多 arrangement 或者做曬好多嘢，咁然之後我就好想扯翻佢去翻前邊，咁就係真係鬧又好，乜都好啦，冚又好啦嚇，咁就係見到佢慢慢行翻去人前，同埋開始就係因為咁樣，好似同時發生咁樣，佢就開始 flow 自己個 course 出嚟咯，即係嗰個氣功嗰個 course， 我成日都話你開課啦，開課啦，教啊教啊咁。其實呢個陳哥真係好多謝阿小朱老師，因為其實佢係我媽嘅啱。即係有啲位咧，佢係唔體諒噶，佢又唔會同理你噶。不過佢就係要出嚟喂死出去啦，做啦，咁唔係唔得噶，做啦咁樣，佢就逼我去做呢一啲係我自己好驚嘅位咯。但係通常佢一講完之後，我就冇理由唔得嘅，係得嘅。你驚啫，我知道你驚，成日都係咁噶啦。你行咗一步冇問題，咁啊真係又行多兩步冇嘢喎。咁就跟住就會發覺我收唔到聲嘅原來。收不到，即是会一爆出来就会叭叭叭咁。我收不到声，其实即系一开始讲就 non-stop 就会开始去啦咁嗰啲。咁跟住而家阿 Winnie 翻翻嚟香港啦，咁我有好大嘅感触嘅，因为成件事里边有好多起承转合，高高低低，大家都有不同嘅故事发生。咁三个再聚埋一齐嘅时候咧，我又觉得。都是時候又去 brainstorm 啲更加闊、更加創造性嘅嘢，唔知乜嘅喎，我冇諗過係乜喎。咁我就我覺得啊好玩啊，又有啲新元素入，即係由一個好驚點樣去黐埋，到現在咧，我好覺得咧，真係一個我哋三個老鬼咧。即係靈魂約定咧，老靈魂啊，唔係老鬼，唔係，係老靈魂。OK， 清清楚啊，老靈魂唔係老鬼。我明白，係好認同。我更改係老靈魂，老鬼。咁咧，我都講少少啦嚇。咁因為咧，其實好得意嘅，我哋三個喺埋一齊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就係好多時我自己一個人咧去搏殺咗好多年嘅。係啊。咁而家咧就係咧有啲狀況就係咧，即係人始終會
大啦，同埋攰啦，會成熟同埋攰啦。咁然之後咧，即係我會覺得係咪下下都係我一個人咧，立曬所有嘅僵性喺手咧咁樣？咁因為喺整個成長過程入邊，我都係要自己嘅，自己行條路出嚟嘅。係啊，係啊。咁然之後咧，就變咗咧，就好多時就係自己。即係冇諗過有其他 option 啊，就係咁自己望住自己條路一路咁樣行咗好多年，咁樣然之後咧就，所以而家咧就係我開始覺得啊，我可以有啲時候我真係要可以自己，譬如喺屋企唞啊，或者係退居啊，或者係去休息啊，去玩啊，咁然之後咧就即係放低同埋信任身邊嘅人 handle 一啲嘢咁樣，咁所以咧亦都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哋兩個嘅出現亦都令到我真係知道哦，我個 controlling 係令到人哋唔出嘅。咁然之後咧就出啦，你出啦嚇，你出啦，出多啲咁啊，咁樣個狀況。咁所以咧就其實大家，我覺得呢個亦都我成日都講一個名詞，就係好美麗嘅靈魂嘅約定啊！嚇，大家約定咗喺呢個時候，其實大家都有課題啦。咁好啦，去翻去 Winnie 嗰邊啦。咁啊，我哋先去翻嗰個 topic 就係咧，你今日睇修行係一啲乜嘢嘢嚟嘅？你行咗由你跳咗去雙庭老師嘅堂到而家，我覺得修行係。表面是沒什麼即是修行其實是內在一個很大的拓展來的，但是表面是沒什麼，即表面你仍然可能是會有時候不夠錢用，有時候會肚餓，有時候會吵架，有時候會做不到一些事情，但是在你裡面那個內在的能量的一個流動或者一個意識的擴展，是你是由一粒鼻屎那麼小的花開到一個好像荷花那麼大的花，即是再開再開再開，即如果我用一個很廣泛的形式去形容修行是什麼，很大的鼻屎有一粒鼻屎變成很大的雪球為什麼呢？因為呢，如果你問由雙庭 我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黏住雙庭去上堂，到我自己現在一個人，好像感覺一個人，到你們跟你們合作，到自己一個出來教東西，其實是好像一支火箭呢，那個助燃器掉出來這樣，然後我就砰這樣就上去了這樣，那個是一個，因為雙庭呢其實是因為賽斯資料，他用賽斯資料很簡單，他教我們怎樣運用賽斯資料去內觀，去看自己，修行就是一個內觀、當你不斷遇到一些事情是不會停的，是 non-stop 的，即當你不斷遇到一些事，然後你在那些事裡面再看到你自己那些 pattern 是啦，然後你處理它，然後你看到自己，哦，原來我是這樣，原來我有一個這樣的信念，你再去，你就不會再好像人浮於事那樣，你就會在那件事那裡帶回帶回自己回來自己那裡。還有呢，如果呢你可以假裝不看見的不過是啦，所以呢，如果所以就是對我來說修行就是一樣擴大自己，因為你遇到你又明白自己，遇到你又了解自己，遇到你又了悟你自己，咁你入面咧就會有好大嘅容許，好大寬容，好大接受啦，冇錯，你接受你自己咧，然之後你又會接受到你成個出面成個範圍、成個空間嘅人事物咁樣咯。修行喺個好大嘅 general 嚟講就係咁嘅樣。我覺得剛才我說的就是你可以假裝不看見，但你放心，那些課題是會自動敲你的門，直至你真的願意去看它為止。所以我經常都會說，你不一定去上什麼堂，你繼續在你的人生裡面 去修行，或者去接觸，願意去多點去接觸這些資料的話，然後呢它自然會敲你門，直至到你真的有一天去了悟你自己的 pattern 是什麼、當然上堂就會有上堂的，因為老師會告訴你聽，又或者有些 exercise 告訴你聽，是怎樣去高呼去穿越，帶住意識有意識地去 handle 那些問題。冇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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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咁咧我哋今日咧就阿 Winnie 其中一樣嘢
肯上嚟咧，就係咧，因為咧佢係一個好難追門狗嘅人，兩個其實兩個都係嘅，所以我點都會嚇好好捉住今日呢一個日子。咁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佢咧就呢個 course 咧就係嚇個處女座嚇，就會將佢學嘅嘢同人哋去分享。你記得嘅。系啦，将佢处女作同人哋分享嘅，咁然之后咧就系啦。咁头先其实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咧，咁我同阿 Winnie 去坐低饮嘢嘅时候，我问，其实咧即系你系开始咗艺术啦，先至去接触身心灵嘅吓。咁有啲人可能系因为身心灵，咁或者佢开始啊肯愿意去增加自己嘅创造力啊，去做啲艺术嘅嘢咁样。咁但系佢就话咧，其实咧唔系，咁啊我佢话其实点样话一出世。你問我，你話你係接觸咗藝術先接觸新心靈，定係接觸咗新心靈先？好似你頭先咁樣問，先至再發展你自己藝術。我話唔係，我嘅血咧係我一出世，我一出世嘅時候，我嘅血咧已經識畫畫啦。咁咧係我生命入面一路經歷落去，我先再接觸新心靈嘅。佢話嗰啲蘇格蘭都為咗係要揾食。係嗰日，因為有人問我，佢話咁你識。即係你讀設計，所以你識畫畫啫。咁我都會覺得唔係，我因為識畫畫，咁我冇書讀，所以我先去讀設計嘅啫。我讀設計都唔係真係讀設計，我讀設計嗰三年，我去咗拍拖嘅啫。我識嗰啲 software 都係因為我出嚟冇嘢做嗰陣時，跟住等錢用噶嘛，先鑑生學識嘅。咁為咗鬥嗰份糧咁樣，咁但係因為。係咯，我真係本身係識畫畫，因為好有印象，我係幼稚園嗰陣時已經係畫一幅畫跟住貼糖咁樣。O、okay. K， 好啦，咁你開頭用畫畫嚟到揾食係一個好唔同嘅 context 嚟噶嘛？係啊，咁將佢擺落去你而家嘅修行入邊，應該係有一個點啊？我想講話轉換點啊，定係了悟點啊？點樣形容啊？點樣去將佢或者係完全唔關嗰樣嘢事嘅，定係你？我不知道你的心路歷程是怎樣再問一次即是說你用這件事去賺錢每一天畫東西是因為你要給客的嘛樣但是現在這件事譬如你現在 create 這個課程是基於你看到藝術和這個新心靈中間有一些東西是可以互動的是不是這樣說可以是的那是因為是怎樣轉化成的但其實呢樣嘢一路在你入邊，只不過你唔識得將佢攞出嚟嘅咧。哦，咁你咁，如果你往後嗰條問題咁啊幾好喎，因為咧好得意嘅。我畫畫咧，我係覺得自己畫得好差嘅，由細到大都。所以咧，我出嚟做嘢咧，我都唔係做設計嘅。我出嚟做嘢咧，第一份即係。Anyway， 我做了太多，做過 waitress， 做過 PA， 做過太多跟設計冇關的工作。主要背後的核心原因咧，就因為我相信自己。係啦，我又覺得自己畫畫好差，好差。咁咧都是因為那個原因，即係嗰啲後生女咧，我又想買嗰件衫，但我又不夠錢。好啦，我揾嘢做。咁咁啱有一次，我就真係揾咗畫嘢，咁我先真係開始畫嘢。做設計賺錢的然後呢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本身這件事在裡面呢我非常相信是的因為呢我經常畫即是上班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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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會另外開一版東西出來自己畫就是畫緊類似我現在畫緊那些東西但那時候我會覺得我還會跟自己說唉其實你不是讀 Fine Art 你讀版什麼呢跟住我就會 close 翻個 window， 但係咧，因為我太唔係著眼喺呢一樣嘢度，我是但求其將佢掉上網嘅時候咧，迴響係好大嘅，即係啲人就會話好靚啊，你點樣畫㗎？咁佢會覺得啊，其實我有好長好多年時間咧，係好 feel 即係好嗰個叫咩啊？好 frustrating 喺呢一樣嘢度，因為。我是畫不到的如果不是我那個靈感好到的時候我會看著自己畫我怎樣畫的我真的很想畫出來因為我覺得很漂亮我自己都覺得很漂亮但我又畫不到然後當啲回響越來越大的時候其實就是一些壓力來的對我現在對我所以呢我
頭先你第一個問題問我咩啊？嗰樣嘢係你點樣將 art 同埋身心靈嗰條橋梁，你係點走出嚟嘅咧？係啊，我唔知噶。嗯，我咧只係初初咧嗱，見到你喺度行身心靈呢條路嗰時咧，你一路就開始有啲出作品出咗嚟嘅中間。嗰啲作品咧係因為一開頭嗰啲咧係無聊，冇嘢做，上緊堂，自己啄出嚟嘅。OK， 咁咧喺呢度咧，我都想即係公開咁樣多謝雙庭老師，因為咧佢喺《清印記》入面咧，佢講咗一個 point 出嚟，就奠定咗我呢一樣嘢。佢就係話，彷彿你好似在藝術裏知道一些什麼秘密。哦。佢呢一句嘢咧，直情係好似定心丸咁樣，唔係好似一個種子咁樣。O K， 噗咁樣就掉咗落去。咁即係佢秘密喺個血裏邊嘅啫。係啊，我都唔知道。咁我真係翻屋企諗咩秘密咧？我又好想咧 send email 問老師，又好想打電話問佢咩秘密？你可唔可以講埋俾我聽？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都話秘密啊！我好想知道咧，你講俾我知啦。咁但係。冇啊，我冇咁做到。咁咧，去咗加拿大嗰兩年，呢粒種子就發酵啦。如果你講嗰條橋咧、哦，就係佢呢一句説話擺喺我心度，一路發酵發，就係、是、嗰兩年發酵嘅。哦，我都幾有趣，因為咧，我先去澳洲嗰段時間都係我人生沉澱期嚟嘅，即係離開整個 context 係幾有趣嘅沉澱期嚟嘅。係咪？我你過去唔係淨係臭 B， 但係都係哦。但係即係就係喺嗰陣時，即係悶定係畫定係嗰陣時有啲嘢 flow 出嚟，所以畫。唔係，其實咧係同你話我睇書睇近40-40個包一樣咁樣，一模一樣嘅 pattern 就係我好想去 find out 佢嗰句説話背後嘅答案係乜嘢。OK。咁咧，然後我去上網，我開始上網做 research。繪畫治療咁樣，千篇一律，但係同一個答案，即係都係你對呢幅畫有咩感覺啊？你畫呢一啲嘢咩感覺？我唔係我喺度，我唔係睇少嗰啲畫，但係我會覺得好似唔係淨係咁樣樣。咁因為好啦，我咧就真係攞張紙出嚟，就做嗰啲類似嗰啲嘢，就開始畫。但係你focus出嚟更加豐富。唔係啊。我畫完之後看看、哦、我知道我自己生氣，我知道我自己不開心，我知道我自己開心，我知道我看到裡面有我的女兒在這裡滴滴滴滴滴，即我都會因為我讀過 channel 而我 read 到我自己的畫，是但是呢我又忍不住又開另一版，真的不跟他了，是不跟他了，那我就開始畫撩自己的畫，咁我喺度問，唔係喎，我撩呢啲畫真係好靚喎，咁咩嚟㗎咁？嗯，咁嗰日我女 nap 緊，瞓覺靜曬嗰陣，張台咧就有兩幅畫，一幅咧就係我亂七八糟覺得自己好嬲畫嘅，一幅咧就係好似懶靚好 design 咁樣畫出嚟嘅畫，即係你哋覺得睇到好靚啲畫。我望，再望，再望。突然間就有把聲音在我心裡面彈出來，你說這些呢是因為你裡面有 healing 在裡面，你明白嗎？真的，即那一刻是叮，然後我就哦，原來是這樣，我打電話給你，然後哦，因為其實在那邊我知道 Winnie 老師就是他都有找一些同學做 case 用他的繪畫來做一些治療的東西，而效果是很 amazing 的，是很 amazing 的，所以呢就他就會即其實今次回來也有一點就是我踢他屁屁的，就是寫個 curriculum 出來寫啦，那他即我最厲害是做這個角色來的，是啊，然後呢但是很好笑，他很神奇地他一晚突起了，是我想著哎攤下他可能十零日之後再踢下他，不用幾天，你真的是這樣想的，是啊，我想著十零日就喂寫好沒有啊這樣，但是呢就但是就在這個十即是他突起了給我之後，我覺得咦好得喎裡面的東西這樣咯，所以他長話短說，即是他這個 course 呢就會有很多的有些 exercise 的嘛，
skills 嘅係嘛？嗯，真係好 practical 啲學生可以攞翻去練習嘅。Maybe 嚇，咁同埋咧，佢會教你點樣用畫嚟到做 meditation。係啊，呢個好重要，好重要嚇，用畫嚟到做嘅，同埋喺畫入邊點樣帶出呢個治療嘅效果。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嚇，真係不容錯過嚇呢個嚇。而家呢個係。即係第一個 course 咧，係會平啲嘅，咁日後咧，即係 Mini 老師可能就唔係呢個價錢，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你可以睇翻咧，我哋呢個PA 哥哥，我哋呢一個嘅地址嚇，去揾翻嗰個課程嚇，咁多謝大家收看呢一集嚇，咁我哋咧嚟緊咧，我會捉住佢兩個唔俾佢走啦嚇，繼續我哋有第啲嘢同大家分享嘅，多謝。